Ah!
还说什么很安全。谢谢，爱我，还不如给我买个保险呢。看来收纳机有点紧张啊，请再给他一些掌声鼓励鼓励。拼了！熊大鸡在那儿，快走快走，熊大鸡，我一定要抓住你，像他那样。救命！来帮帮我呀！我来帮你吧。照下去，照下去。当当当当当！啊！我最喜欢吃的芝士蛋糕。我就差一点儿了，胖乎乎，快追！完蛋了！小高高，抓紧了！还好，胖乎乎，这回你可立了一件大功！蛋糕，蛋糕，蛋糕！这么小的铁环，你知道什么呀？用小铁圈，待会儿接小龙表演钻火圈的时候，肯定就会卡在铁圈里面。到时候就可以直接吃烤鸡了。好办法，马上吃烤鸡了。下面有吉小龙带给我们功夫钻火圈节目。哦，这么小的火圈。哎，没关系，正好用一下我的新武功，锁骨功，周高高，你的计划失败了！哇，好厉害啊！好厉害！大家请安。为了活跃气氛，现在有请闻名世界的重量级、拥有武王之称的大象。哦，大家好！哇，个子好高啊，他居然是武王！下面有请大象选手表演踢踏舞。老鼠？不是黄鼠狼啊！老鼠啊！我踩我踩，是老鼠啊！我最恨老鼠了！我踩我踩，看来武王情绪失控，我踩死你！看就怯场了，我踩死你！好痛啊！胖乎乎，既然被发现了，就不需要伪装了。又是这两个阴魂不散的家伙，消灭他们！别让小龙跑了，开火！青春啊，燃烧吧！如来神掌，最后一式，万佛朝宗，有。
我会手忙地抓住一道霹雳，不管是在夏威夷或南极，我在哪里就有冒险 party。 深呼吸，躲开陷阱，一起踩着鱼钩在火山滑冰，悄悄地靠近你，别想跑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哪里正待在鲸鱼